ดูวะบัดนี้วัดดอนจันทร์รับเด็กตั้งแต่หนึ่งขวบเทวดาทุกพระองค์ประทานพรทั้งลูกหลานอยู่เย็นเป็นสุขาเทวดาทุกพระองค์เมตตากรุณาประทานพรทั้งลูกทั้งหลานที่ได้ทำบุญช่วยเหลือ好长时间呢我们家保姆呢就没有出镜了今天呢我又和我们家的保姆啊然后呢一起来出镜帮大家呢完成一个心愿也帮我们王导完成一个心愿就是一次特别有意义的善举啊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寺庙叫什么名字呢我们问一问那个哇你撤来那个哇端展看啊哇端展我好像是看安南哦我们现在看的这位师傅呢叫做龙阔阿难、在清迈呢也是一位非常非常著名的这个大师了这位大师为什么特别著名呢就是因为他做了一件非常超越人类的这个壮举就是在他的寺庙里面他 以他一己之力供养了650个孤儿从0岁到23岁因为在泰国啊堕胎呢是一件不允许的事情是不允许堕胎的泰国的法律和佛律都是不允许的所以呢有很多意外怀孕的年轻女孩呢还有一些单亲的妈妈呀或者是一些犯罪的父母啊就把孩子只能遗弃了遗弃了以后呢就没地方放就只能放在这个寺庙里面由师父呢来教导他们来养他们长大最大的小孩子也现在已经养到23岁这么大了也会教他们一些什么生活的技能啊包括文化知识啊怎么去学习呀、这种都会教导他们让他们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在这个社会上起码自己能生存三十八年了、这座寺庙刚才我问了一下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然后呢从师父来到这个寺庙当住持然后开始收养孤儿到现在38年了在这38年里陆续的就不停的收养小孩子已经达到了这个650个小孩子等一下我们呢就跟随镜头呢去看一看这些小朋友现在的生活状态和这个生活的环境如何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今天王导特意买了这一大批物资有生活物资啊包括吃的这些东西啊日用品什么现在他们就非常急需这种生活用品因为600多个小孩要吃要喝要用所以呢他们需要的物资啊是非常非常多的如果你要是有这个善心也想帮助这些小朋友的话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然后联系我们然后呢大家一起做这个善事然后也是为自己积一份功德尤其呢是你曾经堕胎过打过小孩也发生过这种错误其实就完全可以在这个寺庙里做这个善事做一些功德来回向给小朋友现在呢我们看到了就有泰国的善信呢也来找师父来问事你看师父就是帮他去指点迷津让他教他们怎么去做让他们怎么去改变然后呢就按照师父去做的说的去做就可以了就是我们在这儿短暂的拍摄的这段时间内就不停的有这个泰国善信来这边去做善事你看现在又来两位夫妻两个一起来做善事你看现在他们这边寺庙急需的物资就是什么米因为吃的太多了用的太多了所以这边有大批的这种大米啊善信过来捐每个人都捐这种很大袋的这种50公斤重的那种大米我们现在呢在这座寺庙的主殿里边就是他们做法事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我的上面这个有这个白色的这个线的编成的网这种经线
编成的网，这是干什么用的呢？很多人呢都看到泰国寺庙有的时候会办那种大法会，做了很多很多善信，然后呢他们就会用这个白色的经线呢垂下一根来，然后盘在你的头上，寺庙的住持啊还有僧众们啊，然后一起念经加持，然后帮你呢提升你自己的运气。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是这边有很多贡品，就是这边会有四位僧众啊，由住持带着，然后呢帮助啊善信呢去做什么超度的法事，比如说灵婴超度啊，帮助故去的人的超度，包括一些转运的法事都会在这边做。寺庙的僧人做的法事啊，和我们以往啊拍的那些师傅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像这边寺庙修行的僧人呢，他们也是在修行泰北森林派，但是呢僧人做的法事呢就是一些超凡于这个在家修行的师傅啊和这个在深山里面修行的师傅就不一样了。因为呢他们直接就是借助佛祖的力量，然后呢来帮你去完成你的心愿，改善你的这个运气呀，包括超度啊等等这些问题，就是借助佛祖的力量啊。但是我们平时拍的师傅呢是借助什么的力量？是自然法门啊，用大自然的力量，一些什么动物的灵啊、植物的灵啊，包括一些故去人的灵啊，然后有时候帮你们做法事，有的时候呢去加持这个圣物。也有的师傅呢是学习过这个寺庙的法门，然后呢再借用佛祖的力量，然后呢去帮你们改善运势。我们看到这儿也有很多这个经挂的这个经线，然后呢师傅在这儿用这个木头，这不是普通的木头，这个是特意找来的木，架在这儿做一个三脚架。这是干什么呢？如果你运势不好啊，运气低迷，然后呢师傅就会在这儿垂下一根经线，然后呢让你坐在这个佛前，双手合十，这个师傅呢就帮你念这个经文，帮你去转运呢，提升你的运气。这个叫泰语叫萨岛康，萨岛康，这个法师叫就是转运重生法师。这个一个大的这个钵，这个钵盂，然后上面呢有一个经线垂下来，然后连接这个钵，是干什么用的呢？这里面呢就是很多逝去的或者是灵婴超度啊，或者等等一些善信的照片都放在这个钵里面啊。它干什么用呢？就是要把这个照片呢留在这个钵里面，然后呢他们每天都要上早课呀、晚课呀等等这些佛事啊，然后呢念经啊，就帮这个一起帮这些故去的人啊或者灵婴超度啊等等来加持。到最后啊会选择一个时间，一个大的佛日，然后集体的把这些照片呢拿去焚化啊，让往生的人呢，包括这些被这个打掉的小孩啊，然后呢让他们一起呢去往生极乐世界啊，是这个作用。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小佛堂啊，就是里面呢就是这个寺庙的副住持，然后呢这个副住持现在正在给泰国的善信呢看命啊，然后呢所以我们现在进去拍一拍。现在呢师傅呢就帮助泰国的善信呢在通过看面相，然后呢来看他的问题。เรื่องจุกจิกเบื่อที่หน้าคนรอบข้างครับผมเกิดวันอะไรวันพระอรหันต์สัมปทาโพธิ์เงตครับผมเรื่องจุกจิกจิกลืมตาปวดไหล่ปวดเอวไหม刚才呢就师傅让我把眼睛闭上，然后呢就看那个我身上的这个有没有不好的东西啊，或者怎么样啊，有什么事情啊，然后呢真的准，真的，我刚才跟我说的我汗都出来了，你知道吗？太准了，真的。但是它过于隐私，我就不方便跟大家透露了。但是真的没开玩笑，真的准呢。也告诉了我这个怎么解决的办法，然后呢去帮我处理这个，就是现在我的问题。他就是靠面相是吧？不是靠你生辰八字。对对，不用看生辰八字，就是看脸。
我们呢也是等了两个多小时呢，终于等到这些小朋友们一起吃饭，然后呢我们也看一看小朋友现在的生活状态和环境。相对来说呢，虽然没有那么的好，但是呢对于他们来说呢，生活现在已经是不错的，因为起码有饱饭吃啊，有衣服穿呐、啊、然后有地方睡觉啊，还是不错的。刚才我们看到呢，泰国善信呢，就是因为今天他的小孩过生日，所以特地带他的小孩过来呢来做这个善事，让他的小孩知道这个世间的疾苦，然后呢也为自己积德行善，积福天寿，是这样。所以呢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家长呢带着他的小孩子来这边去给分发饭呐、啊、分发零食啊给他们，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善事，然后为自己也是一件非常好的功德。如果你们看到这些感觉呢很难受啊、我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咱们一起呢做这个善事，然后呢捐钱呢、啊、捐物资啊包括去养他们一餐饭呢、啊、都可以，可以私信我们，也可以加我们的联系方式，然后呢跟我们一起做这个善事，我们下一次呢来亲自呢给这些小朋友发饭呐、啊、发零食啊这种。 OK， 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记得点赞关注，下期我们再见，拜拜。